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证实，上述证据相互映衬，该犯罪集团的犯罪意图和犯罪行为已经非常明显。我们是中国警察，来救大家。我是江城市检察院检察官安妮。让我们在网上伪装成美女进行诈骗，是因为女人吗？甚至有生命危险。你的职业操守去哪儿？我是为了汇权好。政策红线不能碰。老 A 这个名字你应该很熟悉吧？我们做好一切的预想，堵死他所有逃避法律责任的希望。你真不愧是公诉精英。我们代表的是国家公诉的意义。不辱使命，保障完成任务。不管你们藏在世界的哪个角落，我们一定会一个一个的把你们找出来。我得了 SD， 你还愿意和我握手吗？请你相信我，相信我们，相信中国检察机关，我们一定说得到做得到。净化网络空间，你我有责。借助网络电信虚构事实诈骗我国公民财物，迫害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境外毒瘤，连根拔起，彻底铲除。